我一吃那个一个人要1000多块的巴菲，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吃。我吃完之后，就是那天回家就直接挂机了，上吐下泻。其实不大建议吃啦，它其实是高蛋白质，很容易长，有时候它也比较容易去吸附一些有毒的。来，我们这个不能去摄入吗？对啊。